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小技巧。众所周知，树是可以种在土地上的，那么你见过种在水中、岩浆中甚至是蜂蜜中的树吗？今天需要的工具有弹簧、开关、种子、铲子、水、岩浆、蜂蜜。我们首先在地面上放置三个弹簧，在弹簧的后面放上三个开关，然后在弹簧前面挖坑，在坑里种上树，接着打开开关，让小树苗飞出去，测量一下水的位置，在小树苗飞出去的位置放置水、岩浆和蜂蜜，最后再在弹簧的前面放上你喜欢的树苗，把它们弹飞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小树苗长在了水和岩浆中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水、岩浆和蜂蜜中生长的树苗会长大吗？ A 会， B 不会。三秒钟时间，答案是不会。我想利用肥料给它们催熟，但是用完肥料，小树苗直接变成了种子。那你们说，它们会不会自然长大呢？